被一些伏击的人给埋到，所以他肯定是要在圈边找一些好的位置先看一看。T 五和 PP 又遇到了，哎，找机会。好，这里 GX，GX 是在这个暗处，然后 BGP 是在明处。嗯，没想到顶上有个 Civil， 走，就是赌你的枪打不中我。嗯 ，P 已经找进去救了，因为。哦、啊！这打下来了，这三倍镜，这个摸奖给他摸到了，你敢信？啊、这纯纯的摸奖、啊。关键是现在 PO 就很危险了呀 ，PO 还去救，救起来了。队友呢？这个时候眼里走不掉呀，到了。对啊，这全是靶子。哦、侧翼 BGP， 好 ，Silver 倒了。是的，不过 Silver 这个点也不会被补掉，就看正面了。正南连续打了两个，朴老师只剩 DG 九八。D 九八肯定是头都不带回的就走了、哦。他要去救宋江。哦，他这个原点，因为 Silver 倒了，所以说宋江这里可以救。如果 Silver 没倒的话，他这里肯定就直接走。那个是那个麦巴赫的，嗯、确实。哦，麦巴赫那个。嗯。首先要有麦巴赫啊！他打了一枪啊！是。D 九八就是刚才，嗯，虽然第一时间没有被击倒，但是时间一长，他那个车。还是不能够为他遮挡很久。这 SQ 是要追着帅哥队干呀、啊！帅哥队已经在往南边去转了。李普哥，哎呀，这位置倒了，被张德胜抓到。对他没掩体，李普哥这个位置。哦，李普哥翻车了，你看他旁边那个啊，不怎么好开。天生的克星，这个切角给的对于 PeRo 来讲也很难受。PeRo 这边是被 Entro Pig 打倒了一个黄志龙，被补掉。我们转移到马路边上的时候，防区是有人在伏击，是车带走一个兄弟，是另外一个兄弟一丝血给他跑了，他再吃多吃点蓝拳，他就人就没了。是的，是。然后小左也被补掉了，佩尔是扎了一波，嗯，他北边没地方待，他右上角嘛，右上角两个队，不小心卡在这里，然后将计就计嘛。哦，你还真别说，原点有枪线，顶上教堂出不来啊，互相做保镖，能不能混进去？嗯。这个 USG 等会儿说不定似乎我看这个陈哦呦哦呦被马哥摸到了，哎呀，拿了一分，他可以散开了，可以散开了，不用再龟缩在那个角落了。 PeRo 突然间进了寺庙当和尚，这个庙很不错呀。是的，这个你别说，这个这个庙的房也是，我是个人感觉可能会觉得这把城圈概率不大。 嗯， 嗯，结果四圈依旧是涵盖了整个城区，天霸不多，对吧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克鲁兹北边红仓，以西为主。天霸脸上这一架打赢了，他山上是可以控制的。是的，是抱着全边打，打万围就可以了。Angel Pig， 只要天霸能打赢这把决赛圈，还能怎么办 ？GX 要扎了 ，Siva 一个摩托车一马当先。对吧？直接啊、这个、一马当先被击倒，这没办法吧？这摩托车怎么玩呀？这个城里面，我左右都是好多人，他只能扎了，没位置。是的，哦，我车上正南是被 King 打下来，是分数要被分掉了。啊，眼里打了一个，嗯，队友过来补枪，反正队友倒了，自己没补上。哎呀，哇，这么极限，他撞了一车还能打掉一个，再换分。哎呦。哦，这波其实两个人的沟通可能出了点问题。奸计过来了，奸计跑这儿来了，那就先把奸计的分数给收了吧。是的，被抢了一分。嗯，双十一都上门了，你这个没有不接收之理啊。确实，这奸计会拖住天霸。哎，但是 HOP 跑了。这个信息崔七幺应该是能听到车声的吧？黄一鸣又搞了一个奸计的人头，是阿斯拉的。哦，走了确实会舒服很多，小心屁股后面的枪线啊，能够稳住就还好啊。他们怎么还在扔雷？不会以为 Angel Pig 去跑 T 去决斗，不是他不是一只快乐队吗？他这么稳的吗？他是不是要弄一波背着给天霸吗？但天霸确实离他距离很远，就是嗯，帅哥队没了，然后被乌里南和 LG 分掉了，太可惜了，奸计太可惜了，这句我忘了说了，对不起，太可惜了。你对奸计的爱减少了、嗯、哦，这贴的贴的 T5 来贴的。这波 USG 在这个防区当中接了多少分啊？但是 USG 他还有人没有在近点，没错，因为现在 USG 也是一个竞争者，38分。
PeRo 抽倒了小九，但是应该不好补吧？那补枪 ，TE 只有两个人。是的，两个人在拉扯 LG。啊！现在 LG 又要扶人，又要看正面，还要防屁股。看头顶的了，看头顶的发挥。嗯，天霸啊，飞过来。他们的车应该被抽的差不多了，感觉天霸没有什么可用的车了。没载具了，这个坡怎么下呀？对，他的刚才每一波转移载具都损耗非常严重。黄明，哎，又偷了一个，但是好像不太好补，枪很多，拿雷，这是马哥补的枪。是，这俩老哥在里面玩得很开心啊。是的，这二被打懵了。是的，庙里有人。嗯，七七 K 了个头 ，Smile 的头，这样他 T 只剩最后一个独狼，独狼打一个。打了一个卢克 ，LG 其他的补枪呢？无理男去破 LG 了。嗯 ，LG 威啊，这个雷哪吒把 LG 的两个选手都炸倒了。双倒 LG 威就一个人，快上车呀！快上车呀！这找不到车在哪儿吗？这在干嘛？哦，这车躲不了，被哦烟雾遮挡，他不知道是个大石头，一直在撞石头，一直在撞石头，崩了。我是说这车怎么没走？不是他不记得前面有块石头，应该有吧？应该记得吧？鱼的记忆吗？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这车不走啊？他是不是以为 bug 了？其实前里面有块石头，有感觉会不会是小石头卡住了，前后都做不了，那个走不了，我感觉。这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啊。这波反正也不好打，说实话。这波奸计保住了倒数第二。本来感觉这波 LG 是吃大分的，是的，结果被两个 LT 的老哥拉扯了。先看这一波 T5 跟 PP， 哦 ，PP 最后还是把 T5 的分数给拿下，但是只有最后一个人打个药，看看能不能救守队友。啊，有观众说这个有个胎掉了，拐不了弯。好，查理斯有点少这个圈。Andrew Pick 原点架住的是 Eddie， 还以颜色。嗯，那还是倒了。嗯 ，Andrew Pick 那个位置可以扶，时间也够。哦，但是 Checkin 是放的 Nelup。哇，两双线开花呀！诺拉又不好扶，他在这个沟里面有点补人哦，来了还是确实不是特别好。费子和无理男要是都进了，猪哥要挠头了，是吗？就很多选手都会找一些这种很奇葩的瞄人缝。是，哦，这一颗雷塞脚下，塞脚下之后的话，安琪贝克的进攻节奏就很难把握了。这个冰针。哎，救不 了平衡局势，扶肯定是不好扶了，蓝圈都这么近了，这不得往死里打，抢人头啊，黄一鸣！哎，美滋滋，抢人头啊，黄一鸣！马哥，快抢人头！黄一鸣说：“我已经是全力输出了。”好像进了一个悬，这个悬崖边边之后是没有什么 Q 头的角度了，只能又拿一个。哎，却被还剩这个 Q B， 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其实可以看到一丢丢，打土了。这个黄鱼真不干人事儿，抢了几个头啊？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是无理男跟 H Pig 两个人对在争老一，你在旁边 K 头，他也可以争老一啊，配了六十多分呢、也有道理啊、哦。没有想到争老一的居然是你啊！好、马云这里有技能，旁边那个，哎，这个分也可以拿，小心小心。但是有枪线啊，这个时候要当心了，两个人。费兹通过原点 PP 的架枪，还能把人救起来，古斯塔夫放到一个。古萨夫今天发挥还可以的，古萨夫小组赛真的很迷，但是这今天就好像终于站出来了，是的，放开了，终于放开手脚了。四十二加应该是四十三，这不可能下得来吧？但是这个人头没有让黄一鸣拿到，这 Heaven 发现他们是。现在看一下编制，好像只有 Faze 是满蜘蛛侠。哎呀哎呀，被打了！哎呀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！费子已经有击倒一个，费子，马哥，马哥打倒了，你马哥没问题。他击倒二十二的人的话，就是并不影响费子吃进去面、啊。Degree 把分数 K 了，不过影响不大，没关系。对，费子就应该稳吃啊。正面费子还是把二十二的分数给抢下来，是战神倒一个啊。是的，哎，黄一鸣在往回爬，他想扶。他如果能弹到个树还可以、啊，神奇的角度、哦、可以，但是只能打一个，打了一个，黄一鸣，小心，打两 个，要吃了吗？哎呦，范子顶上来，
两个人选手不是很多，马哥能不能操作？能。你马哥还是你马哥？一直废子去 all in 这个庙里面了，你在外围留一个人他不香吗？你三个人拿分都完全够了。他可能也没想到，就是二会掉的这么快。嗯。这波这还是围墙放一个，可能就无敌了。对，留一个是最好的。嗯、你当时是优势那么大啊，这波。